31岁当红泰国男星抑郁自杀身亡。抑郁症真的没有那些所谓的模样。抑郁症想要自杀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在很大部分人的认知里，患有抑郁症有自杀倾向的人应该是这样子的，他们看上去很悲惨，很颓废，蓬头垢面，脆弱不堪，甚至狼狈大哭。这种对抑郁症的偏见、无视和随意评断，往往会导致经受着折磨的人更加痛苦，感到绝望和无助。因为抑郁症，我受了整整6年的苦，其中最痛苦的2年是我还不知道抑郁症是什么的时候。近日，泰国当红男星 PH Yung Faddeed Nityaros 25日在家中上吊轻生，享年31岁。有关死因警方正在调查中。关于 Ham 的自杀死因，外界的猜测也是颇多，大多数人比较认可的一种则是因为不堪受抑郁症的困扰而选择这种决绝的方式离开世界。